好在看到呢，最近又有艺文活动了，是罗马的这个特展呢，有大学生特地穿着罗马长袍来这里朝圣。我们本身是学服装的同学，平常只有在书上才看得到，然后今天有这样的真实体验，感觉特别有趣。所以我从头发，然后衣服到凉鞋，就是想要整个有罗马的感觉，就罗马风。还看到呢，实践设计系的学生逛展览也穿上了罗马 style 的服装，让人穿越了时空，到了罗马帝国时期。从现场的造景设计还有古文物的搭配，能够让民众到这里体验罗马帝国的文化、生活还有艺术。